欢迎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咱们今天聊什么？咱们今天题目是四个字，叫利离礼利啊，四个字很这个读音很接近啊，怎么理解？好，这不刚才你最后提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我讲到世界新秩序。那美国现在很担心中国在世界新秩序的这个塑造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将来会取代它，是吧？那中国呢，最近这几年在外交上非常出色，是吧？经常有非常的这个大手笔出现。那关键是在哪里？我认为中国外交这个法宝有四个字，就是利利利利啊。咱们看第一个字利，这个利很容易理解，就是综合国利啊。你要在国际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角色，首先你本身必须是大国啊，这个大家就不要多说了。小国你再怎么都没用嘛啊。第二个字很重要，礼啊，就是让中国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要能够服众啊，就不像美国，美国过去给大家一种霸道，大家不能不服，但心里不服那不行啊。所以中国给大家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塑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些都是一个礼，是吧？第三个也很重要，这个礼貌的礼，那美国给大家一种霸权，给人家感觉很不好啊，大家不能不接受，但心里不服。但中国呢，强调的是和平共处啊，不干涉内政啊。平等对待，合作共赢，那这个呢就是一种很礼的感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呢还很重要，就是利，就是你比方沙特跟伊朗啊、这个重新这个和解，重新建交了，这里面很重要一条就是这两个国家都信得过中国啊，这个而不但信得过，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撮合之下，他们都得了好处。比方说，伊朗跟中国签订了一个长期投资合约，那对伊朗来讲发展性非常重要，因为伊朗被禁了好多年了。是沙特阿拉伯也一样，他石油迟早用完了，所以他现在积极追求产业升级啊、产业结构转型、新城市啊这方面基本建设啊、科技啊，这个哪怕这个各种政府的主导力量，这个都能够帮他忙。所以伊朗跟沙特都觉得很好啊，我们和解了，我们还可以中国得到这些东西。所以中国能够在国际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利礼礼利。我们相信，在世界新秩序塑造上，中国一定能够扮演一个令人期待的角色。视频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